别往下介绍了，给个芝麻丸呀。不行。你要不要先背呀？不行。那我们来吃钙片吧。好的。吃下去。选择钙片的时候要选择含有维生素 D 的，维生素 D 可是钙的好搭档，可以促进钙吸收。我手中这瓶诺特兰德钙加维生素 D， 一片含有300毫克的钙，它含有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、维生素 B2 成分，搭配得很贴心，给自己和家人多备上几瓶。